Amen， 弟兄姐妹，感谢神的恩典。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哈。那感谢神的，真的，如果不是神呼召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走在上帝的心意的里面。像于坚从这么好的一个环境里面，他在纽约我女儿现在就在那个地方。那真的在那一个那么好的这个职场的里面，他愿意能够放下来。弟兄姐妹，都用台湾话讲，讨卡甘是派气啊啊！那弟兄姐妹，感谢主，他看见更高的祭坛，他看见更高的人生的价值，他愿意走在上帝的心意的里面。我们感恩在主的面前，弟兄姐妹，也许下一个呼召就是临到你的身上。弟兄姐妹，没有什么事情比侍奉神更有价值。那今天每一个人的位置所走的路都在上帝的手中哈。你知道这一次台北我们灵粮堂65周年的庆典，你知道在这几天里面，我不断的听见有人讲恩宠，反正呢就是会讲恩宠。那弟兄姐妹，感谢主，这个讲的大概有10次，你可以听见恩宠在不同的牧者的口中讲到恩宠。那弟兄姐妹，刘同牧师特别讲，他说跟着圣灵的水流，你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宠。你跟着圣灵的水流，弟兄姐妹，那圣灵的水流就是神的心意跟神要做的工作。你只有一直跟随他，你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宠。弟兄姐妹，感谢神，神真的不偏待人。这个亚伯兰一生他这么样的蒙恩宠，乃是因为他一生就跟随上帝的呼召。这上帝叫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他没有他的自己。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做全职侍奉神？就是没有我自己的想法，没有我自己的命定。上帝，你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什么叫做传道？就是随传随到，叫做传道。阿门。感谢神的恩典哈。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边欢迎大家来到恩宠灵粮堂。弟兄姐妹，感谢主，来了就会有恩宠。阿们啊。那我们也这个问像这个洛杉矶的弟兄姐妹来问安，上帝一样祝福你们。上帝怎么样祝福我们，我们蒙恩宠，你们也照样要蒙恩宠的。那我也跟弟兄姐妹讲，下一个主日是一个特别的主日。下一个主日是犹太历的5780年哈，5780年的新年。那弟兄姐妹，感谢主，八就是进入一个复活的领域的里面。那耶稣是第八日的清早复活，所以八是一个很特别的。所以5780年就是进入复活的10年，一个什么事情都要重新复苏过来，所有一切的软弱都要完全的要翻转过来哈。对弟兄姐妹，这个未来的10年将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的10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过来纪念上帝在这个节期的里面，上帝要赐福给我们的。所以下个礼拜，请你一定要来哈，跟你旁边说，下个礼拜你一定要来。那在下一个礼拜呢，弟兄姐妹，感谢神，神就差遣了蔡纯金弟兄又来了哈。那弟兄姐妹，你知道他有多忙吗？他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在台湾的啊，你知道他是全世界跑的。那弟兄姐妹，他就是愿意再回到我们中间来。那他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就爱上了我们的教会，你知道？我没有看过有人来讲完道以后就跟讲说，我愿意再来7次。他说他要再来7次。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很蒙恩宠啊？阿们。弟兄姐妹，你只要来，你就会蒙上帝极大的恩宠啊。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就会请弟兄姐妹开现在我们感谢神哦，这个礼拜开始我们的幸福小组就开跑了。那弟兄姐妹，我们充满着兴奋的心呢，我们知道上帝要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事哈。那蔡纯金弟兄他在职场上就是他是一个董事长，那他就是有
很多的在职场上的恩典。那你要怎么样能够在职场上能够成为一个充满祝福的人呢？那他就是一个见证人。所以鼓励你把你的同事带来，把你的同事带来，每一个人都你告诉他说你要跑去什么卡内基啊上课，要交几万块钱啊，来这边上课免费，而且这边讲的一定会对你有极大的帮助，阿们。对，弟兄姐妹，感谢主。今天呢，我们要讲献上你的五饼二鱼。我们在读这一节圣经，约翰福音六章九节，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真的，五个饼、两条鱼能够做什么呢？能够做什么？但是弟兄姐妹，别忘记，这五个饼、两条鱼那一天就喂饱了上万的人，五千个男人，那加上妇女孩子一定超过一万人，是不是？弟兄姐妹，那个腓力说，主啊，这个用二十两银子买的饼呢，每一个人吃一点点呢，都怎么样都不够。那这个怎么办？这么大的需要，那我们有什么？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小鱼。但弟兄姐妹，感谢神，五个饼两条小鱼在耶稣的手中，耶稣祝谢了就拨开分给他们，每一个人都吃饱了，而且还剩下多少？十二篮，还剩下十二篮。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很小，但是我们的神很大，我们的神很大。那我们只要走在神心意的道路里面，你就会看见上帝极伟大的事要临到我们的身上。那弟兄姐妹，感谢主，今天我有一个负担要跟你们分享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定要走在神心意的里面，你的人生才会有真正的价值跟祝福。那弟兄姐妹，真的，人一直在想往上爬，往上，一直想要往上爬。那你即便你爬到最最顶端，你还是觉得高处不胜寒，然后你还是觉得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弟兄姐妹，感谢神，当你得到了耶稣基督，你走在上帝的心意的道路里面，你要知道你的人生就会完全完全不一样。我看见上帝能够借着台北林良堂这一个原来只有200个人的教会，经过40年的时间，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的力量。现在你知道那些，你看见那个拿着以色列国旗的那个人是一个阿拉伯人，你知道吗？他现在就是4002堂在拿撒勒，就是耶稣的故乡拿撒勒的一个教会的牧师。那现在就是我们4002堂的分堂，他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是4002堂的分堂。阿们。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怎么有办法去跟阿拉伯人传福音呢？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能，但是上帝能够。可是你要有一个愿意的心。那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努力来做呢？为什么我们的一生要找到我们的命定呢？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耶稣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这边讲到神心中最想要做的事情，神最挂念的一件事情，耶稣的人生的目标跟他终极的使命，就是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你说奇怪，你这个有这么重要吗？有这么重要吗？需要这样子一辈子要为着这些事情吗？耶稣为了这个使命，他不惜牺牲他的生命，为了拯救世上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要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跟终极的使命。也许你会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有关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耶稣说过一件事情，他说信我的人，他说我所做的事怎么样，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所想的就是医病赶鬼。弟兄姐妹，医病赶鬼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要叫世上人能够被救回来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让拯救世上的人也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终极的使命。你如果在职场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做什么事情？当然是要做老板念之在之的事，是不是？是不是？老板叫你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并不一定要多伟大，但是你只要做你老板所喜欢的事情，你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得到老板最大的欣赏。阿们，不是吗？啊，如果那一天老板只是不是希望你做别的，希望你把你的桌子把它弄干净，啊，那你只要把你的桌子弄干净，你的老板就给你加薪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弟兄姐妹，不是你要做多大的事情。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要做上帝所喜悦的事，神就会把所有一切的资源都会交在你的手中，你相信吗？如果你是你的老板，你只做你老板所喜欢做的事情，你的老板就会把所有的资源交给你，不是这样子吗？如果你是老板，你十个员工，每一个人都很努力，但是他们要做的事情没有一个做你要他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你会觉得你会很高兴吗？但是如果里面有一个人，也许他不够聪明，但是呢，他只是想老板交给他的事，他就把他全力以赴的把他做好。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也许没有别人没有别人那么 smart， 没有别人那么的风趣，但是他只要是老板说的话，他就做到底。弟兄姐妹，你觉得这十个人当中谁会被这个老板提升起来？就是那一个不太聪明但是忠心良善的，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也是一样，这世界和其上事有一天都要过去的，你一定要抓住你的人生的价值。弟兄姐妹，传福音，福音先是要满足你生活的需要，也许你有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你有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来到教会里面。那有一个人就跟我讲说啊，你们教会的人都是有病的人呢 啊，他说你看像我这样子的人，我们是不需要去教会的。我说对啊，你只是你不知道你病入膏肓。我说不要以为你没有病。我说是的，我们的确，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需要，我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需要就被解决，就被满足。但弟兄姐妹，感谢神，上帝不是只要医治我们的疾病，不是要叫我们的心灵健康，不是要让我们的人生幸福而已。上帝要把一个真正就是恢复你的人生的命定。每一个人在你还没有出生以前，上帝就已经在你生命里面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只是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偏心极路，我们就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弟兄姐妹，真的吗？你不要看那些穿着西装开着奔驰的那些人，他们一定是非常的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弟兄姐妹，不是的。我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讲，他说每一次签一个合同，他说我其实都会流冷汗呢。他说因为这一签下去，输赢就是用义来算的啊，所以他说感谢神，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祷告完了以后，我心中有平安，我就签下去，我就再也不需要流冷汗。你要跳前面就知道他们是多么的可怕，他们都多么的辛苦，他们做每一个决定，哦，就是用亿来算的，不是赚几亿就是亏几亿。那弟兄姐妹，感谢神，上帝没有叫你过这样的生活，但弟兄姐妹，感谢主，当他看见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他的一心一意，他说我为上帝来做一个忠心在神面前的 CEO， 他说我要为上帝的国度赚更多的钱，使神的国兴盛还要再兴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那个杨希鲁牧师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代职侍奉，我们是什么样？侍奉代职。弟兄姐妹，再跟我讲一次，侍奉代职。那他说代职侍奉跟侍奉代职有什么不一样？他说重要的事就摆在前面啊，重要的事就是摆在前面，是不是？哦，我们政府跟政府中间是，我们跟美国人，我们就做中美，是不是？那美国人就是什么美中，是不是？那每一个人都是要把最重要的摆在前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地上的老板对你再好，有一天啊，你有一天呢，他就给你一笔
退休金，就说谢谢你为公司的贡献，然后就跟你说 goodbye， 那你就回家。那如果拿着丰厚的这个退休金也蛮高兴的，可是还是很失落，对不对？你一辈子所做的所奉献就换成这些钱啊，弟兄姐妹，感谢神。如果还换不到多少钱，那你就更惨了，是不是？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侍奉神，所有一切我们为神摆上，所为神所做的一分一毫，弟兄姐妹，我们都会存在永恒的里面。阿们。在圣启示录里面讲说，我们一生的侍奉所发生的果效，一生都要怎么样，永在永恒里面都要随着我们。弟兄姐妹，上帝不会忘记你为耶稣的缘故，你为耶稣的缘故给这小子里面的一个小子一杯凉水，耶稣说这个人不能够不得奖赏。弟兄姐妹，感谢主。所以今天你就是在就是扫一下地，你就做环保，你就是做一个接待，弟兄姐妹，你觉得是很小的事情，可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上帝不会忘记你。你打一个电话邀请一个福音朋友，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人呢离开地狱进入天堂。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样的工作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伟大？弟兄姐妹，感谢主。那也这个保罗也讲，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弟兄姐妹，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活着就是为着传福音的，我活着就是为着传福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最后他的人生 的 要结束的时候，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到底在讲什么？弟兄姐妹，那美好的仗是什么呢？就是他讲他传福音，他所传的福音，他所打的美好的仗就是讲他传福音。那所信的道是什么呢？就是他所坚持的福音。当跑的路是什么？弟兄姐妹，也不是别的路，就是他传福音的 一辈子，在传福音的路上，他经历上帝所为他成全伟大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所心中所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要叫世上的人能够得救。所以上帝就差遣，就舍了他的独生子，让耶稣来到地上。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耶稣已经亲口讲了，他就说为着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圣灵来充满我们，弟兄姐妹，圣灵充满我们做什么？为什么要让圣灵充满我们？弟兄姐妹，很简单，但圣灵浇灌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弟兄姐妹，还没有停在这里，下面还有一句，还有更重要的话，叫我们可以怎么样做主的见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见证什么？见证耶稣的福音，见证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见证耶稣可以改变一个人，见证这福音可以让我们能够从地狱里面转到天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也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我们要跟保罗一样，我们也要跟保罗一样成为福音的使者。在你一生当中，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弟兄姐妹，感谢神，每一个人都要都带着这个福音的使命往前面走。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遭遇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吗？我能吗？我这个人是这么样的刚硬，我怎么能够做这些事情呢？弟兄姐妹，感谢神啊，我们不能，但是上帝可以。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呢，我们就告诉你，其实你不要做，你不需要拥有所有的能力，跟你只要去做，把你所有的拿出来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在列王记下，他说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啊，来哀求以利沙，说你的仆人，我丈夫死了，那他敬畏耶和华，是你们所知道，现在再主要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去做奴仆。那以利沙问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我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什么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他
他什么都没有，但是有一瓶什么？有一瓶油。那弟兄姐妹，那以撒就告诉他说：“他说我们，他说向你的邻舍去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的儿子在里面，将油呢，就是你那一瓶的油呢，倒在所有的器皿里面，倒满了就放在一边，放在一边。于是这妇人呢，就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他儿子就把器皿都拿来，然后就把油倒油。那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器皿都满了。”他的儿子，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油就怎么样止住了。”所以弟兄姐妹很稀奇，这个器皿为什么要借这些器皿？我就是多借，尽量借。可能你觉得已经很多了，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空器皿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用处，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器皿，油就怎么样止住。所以弟兄姐妹，这一段故事其实是蛮精彩的，就是在列王记里面非常多的这种小小的故事，可是这个故事却充满了许多许多的教训，属灵里面的教训，让我们得到一个智慧。第一件事情就是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呢？就是寻求祷告，去寻求神啊。那当属的先知呢，就代表神了。那他遭遇一个这个先知的这个妻子已经过世了，那就是非常的辛苦。那先知在当时呢，他又不是一个很就像以利亚、以利沙这么厉害的，那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先知。那先知的门徒，那他也许还没有很成熟，但是呢，他就过世了。那过世了，那你想他的家怎么办呢？这样的家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他就这个姐妹，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来到这个先知的门徒的妻呢，就来哀求以利沙。他说：“你的仆人，我丈夫已经死了。那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现在有债主要来。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有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辛苦哈。那弟兄姐妹，感谢神哈。那这个缺乏也是让这个寡妇走到他的人生的尽头。那其实弟兄姐妹，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有缺乏过。那也许你不是缺乏钱财，你可能你缺乏智慧，也许你缺乏的是别人给你的资源哦，做别人给你的支持，在同事当中，你会觉得好像大家都很有成就，只有你好像没有什么成就。那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在缺乏当中，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面走呢？弟兄姐妹，今天这个小故事会给你很大的祝福，你相信神会为你预备所有一切的神迹啊。你要做什么就主动的配合，神迹就会发生。弟兄姐妹，你希望有神迹吗？你每一个人没有都，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一帆风顺，不要有任何的困难。但是弟兄姐妹，人生有可能没有困难的人生吗？不会的，不会的。你的人生一定充满各样的困难，只是个人的困难是不一样。那在这些困难、这些缺乏的当中，你怎么样能够走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祷告，寻求你的神啊，寻求你的神。英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他说 pray about everything， 你要为每一件事情祷告。结果是什么呢？你就 worry， 你的 worry 就 about nothing。好，我再讲一次 pray about everything， 然后接下来就是 worry about nothing。就是你为每一件事情祷告，你就你的 worry 就怎么样，就会变成什么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你不祷告，你的 worry 就会很多很多。你没为每一件事情祷告，你的 worry 就你的忧虑就会离开，就会离开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不是这样讲吗？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你所要的怎么样告诉谁呢？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我们，要晓得每一件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可是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常遇见问题，先去找我们认为可以帮助我们的人。那弟兄姐妹，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想到神。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翻转你自己的想法，翻转你的习惯，有事情就先去做什么祷告。譬如说，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不是先想去
是吃药，不是先想去找医生，你要先做一件事情，做什么？祷告。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转变，好吗？跟你旁边讲说，先祷告。玛利亚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跟耶稣说什么？他们没有酒了，他们没有酒了。那弟兄姐妹，你知道玛利亚也不晓得到底答案在哪里，那没有酒就没有酒啊，没有酒要怎么办呢？弟兄姐妹，玛利亚有没有答案？玛利亚没有答案，玛利亚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问题呢交给耶稣。弟兄姐妹，他知道只有耶稣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时没有 seven 没有酒啊，也就买不到，就没有酒的，那个以前的酒都要自己酿的，那哪里你不会随便去买，那没有酒了怎么办？一个宴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灵魂的东西就是酒啊，就是酒就代表喜乐，那没有酒了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没有答案，但是他需不需要答案？他不需要答案，谁是他的答案呢？耶稣是他的答案，只要耶稣有答案就可以了。你不需要，我们不需要，每一个人 不需要都要有答案。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你没有答案没有关系，弟兄姐妹，牧师有答案就可以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我们人生里面也是一样，可能很多事情你没有答案，弟兄姐妹，但是上帝那边有答案就可以了。阿们。我们把荣耀归给耶稣，感谢主。弟兄姐妹，你可以一生都活在没有问题的里面。弟兄姐妹，因为遇见问题，谁有答案？耶稣的手中有答案。弟兄姐妹，祷告，祷告，祷告 ，Pray about everything, worry about nothing。弟兄姐妹，感谢神，感谢神，依靠他，按着他的时间，按着他的方法，他就会成就奇妙的事在你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问对问题哈。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弟兄姐妹，你告诉我，他说：“你家里有什么没有？”他说：“背你家中除了一瓶油以外，没有什么。”我只有一瓶油，其他什么都没有。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我们不是要问上帝，不是要问你有什么，是你没有，你有什么？上帝问的是你有什么？可是我们常常回答的是我们没有什么。你看见没有？神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不要以为不要为没有一个有一句话说，不要为没有的哀哭、不满跟叹息，你要为你所有的来感谢，感谢。所以弟兄姐妹，刚才我已经讲保罗说什么，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弟兄姐妹，凡事就对你认为好的事情要感谢，对不好的事情也要怎么样感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我们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是常常觉得不够不足，我们所看见的是我们的不够，不敢看见我们的不足，可是我们没有看见上帝已经给我们的许多许多的祝福。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弟兄啊，他就是一个宝贝女儿，那这个女儿呢，有一天呢，就是生日哈，所以他父亲呢，就特别呢，特别就是请假，就陪他从早一直陪到这个吃晚餐的时候，他就想说啊，这样可以了吧哈，可以那个休息一下哇，他本来就很累哦，这个陪着这个小公主这样一整天。那吃完了麦当劳完了以后，他就想说大概可以回家，可是他的女儿说今天晚上还没有看 movie 啊，还没有看电影，他说我的天啊，我一整天都陪你，他只有就还差一个东西，就是没有看电影，还没有看电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当讲，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突然看见这个父亲的这个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他说我他们没有想到我一整天都陪他，他还是没有看见，他只看见哦，还没有看电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看我们什么都没有，不要觉得我们什么都不够。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上帝给我们一瓶油。那这个寡妇说除了一瓶油，弟兄姐妹，当你说我有一瓶油的时候，其实那就是信心了，那就是信心。弟兄姐妹，你一直要看上帝已经给你的，上帝给你的，你就要充满的欢喜快乐。当你看见神有，神给你的，
弟兄姐妹，你就会有信心去继续的往前面走。不要一直看，不要把你的缺乏好像把它放大到一个地步，好像神变成很小，神 变成很小。那弟兄姐妹，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说，四面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那弟兄姐妹，四面受敌都不会困住，那这样子还可以感谢吗？是的，弟兄姐妹，四面受敌，但是为什么不会被困住？四面都受敌，还会不困住吗？怎么可能？那要往哪面走？弟兄姐妹，感谢神，上面是通的，旁边都没有路，旁边都是被挡住，你还上面还是怎么样？是通达的，你还可以往上啊，还可以往上，是不是？弟兄姐妹，他们的心里作难，却这个心里却作难呢，却不是失望哈，遭逼迫却不被丢弃了，打倒了也不会死亡。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发现，在我的里面，在我里面有一个宝贝放在我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怎么做，你不需要管，你只要把你所有的带到上帝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门徒说他只有五个饼两条鱼，是不是？那弟兄姐妹，这个是的，面对五千个人，二十两银子，这个每一个人吃一点点都不够，那怎么办？那弟兄姐妹，门徒是耶稣那天又告诉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哇，他说这个怎么可能？一筹莫展，是不是？但弟兄姐妹，感谢神，感谢神。腓力就拿出来，他说：“主啊，我们有五个饼，两条鱼，够不够？当然不够，二十两的银子买的饼都不够，那五个饼两条鱼还够吗？”弟兄姐妹，就把你所有的带到耶稣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上帝能够做奇妙的事，借着耶稣的祷告祝福，这五个饼两条鱼一下子就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吃饱，还剩下十二个篮子 的食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担心你拥有很少，但是弟兄姐妹，神常常借着这一点点成就伟大的事情。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也会看见，哇，这么我能够，我的 best 在什么地方，我能够去找谁，我去邀谁，那你邀了四个人都他都不愿意来，那你怎么办？弟兄姐妹，你不要灰心，你也不要丧志，你就做什么呢？继续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就是你面对的就是你这个副长，我们当中的副长，哪几位，请你站起来，我们要祝福你哈。哪一些做副长的，有几个人啊？我们有14个副长哈。弟兄姐妹，感谢主哈，我们要鼓励他。好，请坐。当你看见啊，你们啊，这个一个人都没有来。啊，一个人都没有来，会不会很丧气啊？弟兄姐妹，不要丧气。我们不是为我们做这件事情，不是为着 best， 是为着谁呢？是为着我们的主。弟兄姐妹，我们只负责做我们要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担心。你们看见哇，那个福音教会哦，我看见哇，那些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些人，他们都做一个见证，他们说他们前面的几期都是杠估了，连一个人常常都是只有我们副长加上核心同工一起来享受他们所预备所有的食物。当然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做完了以后呢，还要不要做？再做，弟兄姐妹，这个还是这样呢？再做，弟兄姐妹，他做了第四次的时候，弟兄姐妹，他说上帝就那个就把极大的祝福带到他们的中间。弟兄姐妹，感谢主，你要记得，我们不是准备只做一次就好，做一次如果做不成功的话，那当然很可惜啊。但我们要做一辈子，那弟兄姐妹，这一两次没有人来，有没有这么那么严重呢？没有那么严重。那这个感谢主哈，这个福气教会叫说那个叫做什么？叫做研发成本哈。那弟兄姐妹，感谢主，研发成本呢、啊？那个你付出研发的成本越多，你就发现怎么样？
那个结果会怎么样，出来的产品会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棒。阿们。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感谢神，我们只有五饼二鱼，但是弟兄姐妹，感谢神，上帝能够成就极伟大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只有什么，只有一个甩石机选，是不是？他要面对一个哇，这个高大的这个哥利亚，他怎么能够打赢他呢？弟兄姐妹，他不是他不是就是说啊，我没有，我又没有刀，我又没有盔甲，我什么都没有。弟兄姐妹，不是，他有什么？他就是有一个甩石机旋。弟兄姐妹，就靠着这个甩石机旋，他就用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就能够用这个甩石机旋打败可怕的哥利亚。哦，哥利亚全身都是盔甲，这样，但是有一个地方没有办法有盔甲，就是他的眼睛嘛。对不对？眼睛不能照起来嘛，对不对？所以眼睛是那结果他那个甩石就打到哪里呢？不偏不倚，就打在他的两个眼睛的中间。那这个哥利亚就砰倒下去。哇，弟兄姐妹，太稀奇了，是不是？弟兄姐妹，你别看这世界的王好像这么厉害，哇，这些人这么厉害，弟兄姐妹，别认为他们真的这么厉害。弟兄姐妹，感谢神，感谢神，那个寡妇也是只有一小瓶的油。弟兄姐妹，这一小瓶的油能够做什么？弟兄姐妹，能够产生极伟大的事情，是不是？弟兄姐妹，感谢主，献上我们所有的一切。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脑里面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专门做叫做诠释中心呢，就是你对每一件事情都会有一个这个一对有一个解释哦。你看见他弹的琴，他今天家宴弹的琴哈，哇，你就有一个诠释啊，这个诠释就是说哦，弹得很好哦，啊，或者说哦，弹得太声音太大哦，突然这个是诠释，就是你里面有一个东西。你们碰到任何一件事情，你都会有一个解释的那个为什么会这个解释出来呢？就是诠释中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诠释中心常常是负面的，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被拯救？需要被拯救。我们需要来改变我们的诠释的方法。哇，看见这个弟兄走过去没有理你，哦，他是怎么样？我又没有得罪他。为什么他这样子？好，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说不定他是急着要去上厕所，他当然没有跟你打招呼，所以不是跟你有没有关系，跟你没有关系。可是你就会想，他怎样？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诠释中心需要怎么样？需要被拯救，是不是？当你看见一杯的水啊，哦，你说这杯水，你要怎么形容这个瓶子里面的水呢？说怎么只有半瓶，是不是？但是你可以诠释说，哦，还有半瓶，有没有一样？你看见一样的东西，可是会有怎么样不同的诠释？有一个皮鞋公司，他就派两个业务高手到非洲去调查非洲的皮鞋市场。两个人看见的都是一样，是不是？非洲人都没有穿鞋子。一个人就回报说，老板，这里没有市场。为什么？因为这里的人通通怎么样都不穿鞋子。另外一个人回报说，赶快来设厂，这里的人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穿鞋子。弟兄姐妹，是不是这叫做诠释中心？弟兄姐妹，你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诠释是非常要紧。弟兄姐妹，不要看我们传福音好像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弟兄姐妹，感谢神，感谢神，我们只注意的是上帝，我要做你所喜悦的事情，我就相信你能够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我们都会往正面，连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也会往负面的去想。哇，他才刚刚在山顶上大
大的得胜，杀了那个巴利的先知400个，还有那个亚瑟拉的先知450，哇，他大大的得胜。后来，那个王后耶西别说要杀他，他就赶快逃跑。弟兄姐妹，他非常软弱，上帝就向他显现，哦，他就说：“上帝啊，哇，他杀了你的先知，啊。”每一个人都去拜巴利，只有剩下我一个人，啊，多么悲壮！他还要来杀我，上帝啊，你看这样怎么可以？弟兄姐妹，当他这么悲壮的时候，上帝对他说 ：“No， 我为我自己的名留下了7000个人，没有向巴利屈膝的。所以弟兄姐妹，是他一个人。”不是他，他认为他是他一个人。哇，这全国的人都背逆神，只剩下我一个人，还要来杀我。那我如果被杀的话，那就没有一个人来敬畏神。弟兄姐妹，你有看见这个权势系统对不对？不对的，需不需要被拯救？哎，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回转。我们的情形就会完全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后来第三个就是遵守主的吩咐啊。以利沙说：“你去向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那弟兄姐妹，我就想说，空器皿里面不是装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个空的器皿有什么用？空的器皿有什么用？是不是？借啊，好不好？你要借，那我们就借5个好了。弟兄姐妹。如果借5个就很惨了，是不是？还好他借了一堆了，也借了一堆。那如果他知道结果是这样的话，你觉得他会借多少个？啊？他会把所有的空气皿都弄来，对不对？他觉得满屋子都是空气皿，这样可以了吧？对，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神迹是怎么来的？弟兄姐妹，就是遵行神的心意，你只要照着神的心去做，弟兄姐妹就可以了。上帝说什么，我就说；耶稣说你们去，我们就怎么样就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神能够做伟大的事情，我们可能还有限。弟兄姐妹，感谢神，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见上帝伟大的事就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人在关上门道友，关上门就怎么样？就是关上门就是一个顺服。弟兄姐妹，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关上你怀疑的门，关上很多声音啊，告诉你这个不行了，这个没有意义了，啊，这个是不行了。弟兄姐妹，你就把它关掉，所有怀疑的意念通通关在门外。弟兄姐妹，让我们全心来到上帝的面前。耶稣告诉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说什么？他说：主啊，你讲道一流，但是打鱼啊，你觉得耶稣是打鱼的吗？耶稣是木匠，哎，你说这个木头要什么木头，什么木头，那什么东西要用什么木头，那这个没问题，我你已经讲得对，但是打鱼啊，主啊，你是外行，没有人白天打鱼的，我晚上整夜打鱼，我都没有捞到一条鱼，晚上都打不到鱼，白天可以打鱼吗？所以弟兄姐妹，是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这个时间是传福音的时间吗？哪有人会来？哦，上一次那个，你们那一组是在啊，景文的哈，景文的小组，幸福小组开在龙潭，我在想说，我的天哪，谁可以去龙潭呢？弟兄姐妹，感谢神，他们去龙潭就得着了一对夫妇。弟兄姐妹，感谢主，这对夫妇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只负责什么？负责照着主所说的去执行，就可以了。阿们。弟兄姐妹，后来彼得对耶稣说什么？但依从你的话，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打鱼。弟兄姐妹，你知道
耶稣那天告诉他说，下网打鱼，那个网哈是多数的，我们中文没有办法啊，那英文就很清楚。耶稣说，把你所有的网都撒下去。你知道那一天彼得他撒的网是单数的，他只怎么样撒一个网。哦，还好一个网可以网到两条船，就装的两条船的鱼，哦，船都快要沉下去。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他打完了这一条鱼，然后彼得跪在耶稣面前说什么？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不相信。耶稣告诉他，你把所有的网都撒下去，他只撒了怎么样一个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就去打一个电话给你的朋友，打一个电话跟一个已经5年都没有联络的人。弟兄姐妹不要担心，你就照着圣灵告诉你的话去做，好吗？弟兄姐妹，当他们把门关起来，他们就开始倒游，就发生了奇妙的事情，是不是？弟兄姐妹们看见伟大的事就出现在他们的中间。那一直到什么地步？就是这个没有器皿，没有器皿的结果就怎么样？油就怎么样止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我们。那最后一个讲要扩大你的荣耀，跟我一起来读：扩大你个性的荣耀；第二个，扩大你领导的荣耀；第三个，扩大你的士气；扩大你事工的荣耀。弟兄姐妹，简单的是，这个上个礼拜我给你们看的，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身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我们再来宣告一次好不好？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身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我们一起站起来读好不好？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身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弟兄姐妹，盼Frank 牧师他说，当我们越多祷告，我们就越多夺回仇敌所窃取的领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失去了快乐，失去了喜乐的心，失去了你平安的心，失去了你那个非常单纯的心？在你的脸上不断的有忧虑在你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把我的平安怎么样赐给你们。耶稣告诉我说，在我的里面你们就可以有平安有喜乐。阿们。如果你没有办法喜乐，那就是魔鬼把喜乐从你身上怎么样夺去。要不要抢回来？继续的祷告。阿们。弟兄姐妹，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祷告。弟兄姐妹，感谢主，请坐，还没有完，快要完了。婉琦这次去，在那里拿到了一张图片，这张图片就是这样子。这样子有什么？那先知就很厉害，先知一看就知道，我一看上面有三颗石头。弟兄姐妹，感谢神，他就说，这个石头代表什么？就是困难，代表什么？阻障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里面，上帝，你看见前面就挡着三个石头、四个石头，甚至十个石头。你跟我讲，你的困难可能十个、一百个，那就是一百个石头。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怎么样过呢？你如果你是一条小船，在这个航道里面，前面都是这些东西，你要怎么过去呢？你就说，上帝啊，帮助我，让我能够让这些困难怎么样挪去，就把这些石头都挪走，是不是这样呢？但弟兄姐妹，可是你就发现上帝不是这样做的。上帝用什么方法呢？弟兄姐妹，很简单，上帝的方法更容易。不管有多少个石头在你前面，只要水涨上来就可以了，
是不是水涨上来，你的船就怎么样，就可以过去了，不就是这样子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不管你有多少的困难，多少的障碍在你的面前，在你的人生 人生的 航道上有多少的困难，弟兄姐妹，你觉得教会没有困难吗？牧师这么爱神，所以上帝啊，牧师的路都是一帆风顺， 是这样子吗？不是的，我们也是一样，面对很多的困难，我们要扩张。弟兄姐妹，你看见我们会堂已经 做到后面了，现在怎么办？弟兄姐妹，上帝，我说上帝啊，把后面的墙打通，打通吧，打通吧。但是后面的那两间人家买去了，别人的。弟兄姐妹，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你知道要怎么办？弟兄姐妹，就祷告。原来我们不是讲我们这信的人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活水要从我们腹中怎么样涌流出来。弟兄姐妹，你信了主吗？信的人举手。有没有人被圣灵充满过？圣灵有没有在你里面？那在你里面，既然在里面，所以你里面应该是什么？活水。但是弟兄姐妹，可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为什么没有？很重要，弟兄姐妹，感谢神啊！这个晚期就领受了这个水坝的意象。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水坝里面是不是很多水？但是很多水跟你没关系啊，除非怎么样，他把那个水坝的那个闸门怎么样打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闸门一打开就会怎么样？水就出来了。哇，原来我们里面那个是有很多圣灵的活水，可是呢出不来，出不来。那要怎么样才能出来？要闸门打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闸门在哪里吗？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你们想知道吗？你腹中有很多水要出来，从哪里出来？从你的口出来嘛！弟兄姐妹，你要怎么办？祷告。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要祷告吗？为什么要祷告？弟兄姐妹，当你祷告之后，活水就开始涌流了。弟兄姐妹，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水不是很多，但是你越祷告越祷告，活水就怎么样，一直涌流出来，一直涌流出来，一直涌流出来，它就漫过你的困难，这个不但漫过你的困难，还越过你所有一切的困难，所有的困难都再也看不见。弟兄姐妹，你的人生的道路就开始变成非常非常的平顺。阿们。弟兄姐妹，感谢主，你看见没有，这个水可以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你不祷告，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你再多的水对你来讲都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你把它释放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把它释放出来吗？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现在我已经讲完了，我已经把所有的都告诉你。弟兄姐妹，美好的事要发生在你的身上。当你开始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仇敌就没有办法辖制你，所有的困难就不在你的眼前了。上帝借着活水的江河淹没你所有的困境，淹没你所有的难处，淹没你所有的疾病。哈利路亚，好不好？弟兄姐妹，没有别的办法，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加增，不断的加增。弟兄姐妹，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我们要委身祷告。弟兄姐妹，感谢神，这个礼拜每一天祷告的总集合的分人数已经超过100个人，每一天的祷告结合起来的这个加接累积起来的每一天的分都超过3000分钟。阿们。继续的祷告，阿们。
弟兄姐妹，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口就开始活水就开始出来，活水开始，你的活水出来，我的活水出来，他的活水出来，我们全教会的人的活水都出来。弟兄姐妹，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大路被铺平，誓言不会向你不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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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耶和华向你。好吧，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为你自己祷告，说主啊，你给我一个健康的权势中心，好不好？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头上，说主啊，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们，主啊，主啊，我的权势中心需要你的拯救，我的权势中心需要你的医治，我的权势中心需要你的转变，让我都从正面的看，从积极的看，从你的生命的里面来看。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所有的负面思想从我身上完全的挪去，所有的破坏的思想从我身上挪去，所有觉得被伤害的思想从我身上挪去。我的主，求你恩待，把你的平安赏赐给我，把你的喜乐赏赐给我，主啊，把你的恩典赏赐给我。谢谢耶稣，谢谢耶稣。第二件事，我们现在同声的为你最想要传福音的三个人祷告，你最希望他能够得救的人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讲天堂爆满，地狱净空，这个离我们可能很远，但是可不可以让天堂多三个人，让天堂多一个人好了，是因为我的缘故，让天堂多一个人，让地狱少一个人。主啊，帮助我，今年剩下三个月，主啊，我们要看见今年你要在我们的中间做一个突破的事。今年我们要有100个人最后一次受浸的时候，要有100个人一起受洗。阿门。好不好？同声开口来祷告，为你的家人祷告，为你的亲朋好友祷告，把提名在他的面前。亲爱的主耶稣，我的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不管他们现在在哪里，现在主啊，你的圣灵恩膏在他们的身上。谢谢耶稣，感谢你，主啊，求你来拯救我的儿子，拯救我的女儿。哦，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你要成为他们的神，你要成为他们的主，他们不要继续的流浪下去。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谢谢耶稣，感谢你，感谢你，谢谢耶稣，你要造奇妙事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我们的家一家一家都要一家一家的得救。主啊，你告诉我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主啊，感谢你，我们的家还有人还没有信主。主啊，求你伸出你大能的手来，就来医治，你来医治，来医治，来医治我们，来医治我们。谢谢耶稣，感谢你，谢谢耶稣，感谢你，感谢你，谢谢耶稣，感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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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你跟我来宣告，当信主耶稣，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这是神的话？阿门。你说，哎呀，我先生到现在都还没有信。弟兄姐妹，那是事实，不是真理。那是事实，不是真理。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事实会改变。阿门。真理不会改变。
阿们。是的，他现在还没有信主，但是我就是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信主。阿们。阿们。因为耶稣你的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阿们。弟兄姐妹，当你的先生告诉你说我不会相信，你就告诉他说你一定会信。那一个 很厉害的人在那边，在你的面前走来走去。亲爱的弟兄姐妹，遇见困难不要担心，因为他只不过是哥利亚，你只要手上有一个甩石机拳就会赢他。阿们。我们有的是耶稣施加的能力。阿们。弟兄姐妹，感谢主，现在我们还是要继续的为你失去的财物。弟兄姐妹，你过去有没有被损失？有没有？我告诉你，警察给你开一张罚单，第一个要你要悔改，第二个求神把那个罚款赚回来。阿们。阿们。好不好？弟兄姐妹，好，我一块钱都不要留给魔鬼。阿们。每一块上帝给我的，我都要把它赢回来。阿们。我要为我的神把所有的产业夺回来。阿们。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把你过去的损失，上帝啊，不管是10块钱、100块、1000块、10000块、10000块、1000万，通通把它拿回来。耶稣，看见你，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所有的损失，所有被蝗虫吃掉的，通通都要夺回来，通通都要夺回来。哦，亲爱的主，感谢你，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感谢你，感谢你，释放你的大能，释放你的大能，释放你的大能。主啊，感谢你，我们失去的年日，我们失去的财物，我们失去的喜乐，我们失去的平安，通通都要夺回来，通通要夺回来，通通要夺回来。谢谢耶稣，感谢你，感谢你，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每一次我祷告，我要用你的手祷告我的心，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我赞美过你。弟兄姐妹，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你跟到前面来。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跟到前面来。你也需要跟到我们前面来。今天的新朋友，跟到我们的左边，我们的迎新处。新朋友，新朋友，跟到新朋友。祷告的是，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隔离，大路被铺平，是烈火归下你。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来宣告。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隔离，大路被铺平，是烈火归下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用你的手祷告我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大路被铺平，是烈火归下。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的手举起来，我们把我们的手举起来。天父上帝，求你恩膏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就在这个时刻，把祷告的灵充满我们，把祷告的灵充满我们。主啊，每一天像闸门一样打开，向我们的天父打开，向这个世界打开。主啊，让我们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涌流出来，涌流出来。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神圣灵的感动，交通引导我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一起说，阿门。